就是有时候孩子很不理解，说你看这么多孩子都在玩，为什么我们俩就不能进去？我们就告诉他不可以，因为我会仔细的看这个喷泉。首先，它如果是喷泉的话，它一定是有电的。另外，它就是有的是没有喷泉，但它那个水很浅，很多孩子他进去玩，你会发现它那个底下是有一些照明灯的，这个我们也，因为我无法去了解它的安全性。 就搁也无停落来，伊一个队就是十八年。每一年呢，伊的卡里亚拢会发生迄片仍然存在土地。每一年伊的镜头。办法分不得到，就是立法复合职能 và điều chuyển hộ lý chăm sóc lâu dài, chăm sóc thoải mái. Ông Phương Hải Đông nói.